秒懂百科，世界如此简单。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是中国大陆综合性的电影专业频道，以宣传电影、培养电影观众、传播影视文化为宗旨，由电影卫星频道节目制作中心负责运营和日常管理，使用中国中央电视台的品牌及标志，是唯一的国家级专业电影频道，以普通话广播为主，观众规模达12亿人。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一直坚持现实主义题材创作，传递主流价值观，发扬民族精神，播出影片时始终以倡导正确价值观为原则，每天排播影片数量为11至12部，国产片比例超过80%，每年播出国产片3300余部次，选片时注重传递正能量，促进社会和谐发展，针对不同时段播出不同影片，在观众中获得了一致肯定。